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款木质迷你蓝牙音箱，带来不一样的视听感受。进口蓝牙芯片加 EDR 国际标准，音箱可以直接通过发送方进行音量调节，10米高保真传输，让音乐如影随形。同时支持 TF 卡播放，即插即用。内部高清解码芯片支持主流 MP3、WMA、MPG 等多种格式，并拥有3.5毫米音频端口，可以轻松地实现 AUX 音频输入。全能兼容，没有蓝牙可以使用内置麦克风功能。来电音乐自动停止，大容量锂电池寿命可达7000小时，持续提供动力，8小时持续续航播放，让音乐一刻不停。并配有 USB 数据线，即插充电，可循环充电使用。